孤独死亡的人数比抽烟、死亡的人数来得多。永远语出惊人，观点犀利。你的投资或是你的健康，你不会觉得政府要对你负责。洋派作风，吴欣盈，星光金大公主，今年七月被星光金董事长吴东进送进星光三月当董事，也被外界视为吴东进出手抢星光三月经营权的关键王牌。我们所有的客户们呢，就是怎么样有一个平台，让他们提供已经有健康了，让人生能有享受。可是多少人有在温莎堡晚上夜游？私人的这个温莎堡的旅程，我想应该没有。这个就是 Quintessentially 跟星光 VIP 给提供给你的服务，就是没有到不了，而是想不到的享受的方式。没有到不了，只有想不到。老爸吴东进爱的就是他的点子王创意。40岁的吴欣盈，镜头前少言，但推广慈善不遗余力。欢迎我们的吴姐姐，来掌声鼓励。只是婚姻路却让吴欣盈的接班路走得辛苦。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。华南金第三代林之言跟星光金公主吴欣盈的豪门婚变，两大集团合计总资产3.6兆。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家庭，然后分享。吴欣盈喜欢小孩，他更多次强调想守护家庭。他曾在脸书放上莲花图诉说委屈，若离婚七颗胚胎需销毁，冰冷的判决剥夺了我成为母亲的权利，心寒的程度跟置身在冷冻库里的七颗胚胎一样，但如果我放弃，胚胎将被销毁，只能坚持下去。如今挥别离婚阴霾，吴欣盈大步迈进，要让老爸在百货金融圈再度荣耀。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。